们，我是小叮当。这几天你们总是催这个芭比美甲试完盒，来来来，今天安排。首先，它的造型你们看到了，是一个百宝箱。既然是宝箱，就应该有钥匙和锁。先把它的钥匙拿下来，再把锁打开。诶，这也拧不动呀，啥情况？哦，这样。一包俏芭比的粉色泥，这个颜色请不要吐槽它。其实这个美甲系列的盲盒还有一盒紫色，只是不指定颜色，所以就靠运气了。现在开始宝箱寻宝大作战，因为美甲片片全都在这些泡沫球里。明明只有一副贴片，应该只有10个，为啥现在有这么多呀？不管了，先看这包泥咋样。听这个戳声，我就已经给它打了95分了，拉伸性也是杠杠的。起泡也完全没问题，把宝箱里的泡沫球倒上去，混合了泡沫球以后，这款泥的手感更好了，抓上去就好像在给手指按摩，随便扯扯也有很清脆的捏泡声。再来起个泡，芭比棉花糖来喽，起泡量还行，只起了50几下。好了，每日一问，这个芭比美甲试玩盒价格是27.8，你们觉得值吗？点赞关注，每天测点好玩的，下期见，拜拜。我研究了好久，总算把这个甲片贴上了。